欢迎大家来到帕金逊症基金的一个20周年的讲座。我呢就很高兴呢就介绍下一位的讲者 Miss Josephine Clancy。Josephine 呢是一位职业治疗师，在医管局那里工作的。Josephine 也是帕金逊症基金的一个委员。Josephine 呢有很很多的临床的经验啦，特别呢就是在脑神经康复方面，例如呢中风和帕金逊症。咁通过改善家居工作和生活的功能呢，佢是可以令到病人呢增强病人的自理能力啦，社交功能、社交的技巧啦，同埋情绪的控制的。咁事不言迟，今日Josephine 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职业治疗咧系点样对帕金逊症嘅帮助。好，大家你好，咁咧我叫 Josephine 啦，咁咧就我系一位职业治疗师啦，咁就就可以趁住25分钟到，咁可以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咁其实职业治疗可以点样帮得到帕金逊嘅病人咁样样咯。咁咧就问下大家一条问题先。What is your greatest challenge lately? 你最近最大的一些可能困难会是什么呢？ What would you like to improve? 那你有什么希望可以改善呢？那呢其实这条问题呢，其实我很多时候呢，我每次见到病人呢，我都会问他们的。那所以其实呢，我都希望大家抱着想着这个概念呢，去想想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帮得到病人这样。咁所以咧，因为职业治疗，我都轻轻介绍一下职业治疗系咩一回事啦。因为很多时候都大家问啊，究竟其实系乜嘢咧？职业治疗咁，其实我谂职业治疗里边咧，其实大家都认识嘅话咧，其实我哋职业治疗所谓嘅职业咧，就唔一定系净系讲关于系一定系关于翻工嘅，即系唔一定系关于工作嘅。咁其实我哋讲紧咧系每一天，我哋作为一个人类嘅时候咧，其实会占用我哋嘅时间啦。咁同埋咧，會為我哋生活裏面帶嚟一啲目標或者意義嘅一啲嘢咧，其實就已經係為之職業噶啦。咁所以其實就職業裏面係就係包括我哋要做啦，我哋想做啦，咁同埋人哋 expect 我哋可以做得到嘅嘢咁樣樣咯。咁呢個為之職業啦。咁所以好多時喺職業治療師嚟講咧，其實我哋職業治療咧，我哋會用職業咧就做一個途徑啦。咁同時咧都係一個結果嚟嘅，即係睇下究竟嗰件職業有冇改善得到咁樣樣。我都好似其實好多時候都最希望咧，其實就係每一位病人咧，其實係可以重拾翻佢哋嘅自信啦。即係無論個自信之餘咧，其實個獨立性好緊要啊。咁即係無論個獨立係個係咪真係自己完成到成件事又好，或者我哋做到一部分，其實都係緊要嘅。所以我哋講嘅係增加咗獨立性啦。咁同埋咧就變咗可以重新有一個目標啦。咁同埋咧就多啲機會去展望將來，其實有啲咩我可以做得到咁樣嘅。咁所以個重點咧，就其實我哋人係一定要如果保持住我哋身心同埋精神嘅健康咧，其實一定要有職業啊。所謂嘅職業唔一定係翻工嗬。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講緊咧，其實我哋人咧都希望係過住一個有意義啦，同埋都有目標嘅一啲生活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特登上咗網睇啊，究竟其實佢哋兩個係咪真係一樣呢？英文佢用 purposeful 同 meaningful 好多時候可能會交替。咁其實好似我所講啦 ，purposeful 就係有目標或者目的嘅，而 meaningful 咧係有意義嘅。咁所以其實我先睇一睇 purposeful 啦。咁其實 purposeful 就係意思係我哋平時要應付嘅一啲可能我哋職責上要做嘅嘢啦，我哋有責任要做到嘅嘢啦。咁做完呢樣嘢之後咧，我哋可以達到某一啲目標嘅。譬如我真係可能我翻工就可以賺錢啦，我去清潔就等希望屋企可以乾淨啲啦，我去煮飯就為咗我可以有嘢食啦，等等。即係我哋做嘅嘢一定係有佢嘅目標嘅，有佢目的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好多時候，你見我都寫講啊，我哋就算照顧屋企人，都係一個有目的嘅一樣活動。我去湊大我小朋友都係有目的嘅活動。但係有啲時候其實，有目的的东西或者不代表一定是有意义的、哦。所以变成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有意义除了是有目的之外，其实我们做完之后呢都会呢是有些愉快，有些即有意义的那个感觉。那这就变成其实就我们都希望其实就是我们做完之后我们会得到即我们得到关怀、啊、可以得到爱、啊、或者有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寻求一些知识、啊、等等。即我们希望可以做到一些改变这样的。
咁所以咧變咗，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都要真係要達得到，除咗有目的之外咧，都要有意義嘅人生咁樣樣啦。咁所以變咗，我哋作為一個職業治療師咧，我哋會好多時候會睇咧，就係、是、除咗睇嗰個人之外，我哋見得到我哋有個 person 上面橙色個圈圈，就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好獨，即係好獨特嘅。係嗰個人就係有佢嗰個性格咁樣，咁我哋性格咧有興趣啦，有我哋關係啦，咁我哋每個人都其實有佢哋自己嘅體力嘅能力啦，佢認知嘅能力啦，咁其實佢嗰個精神啊等等嗰、那個個個都唔同嘅，咁但係喺佢隔離紫色嗰個就講啦，頭先講緊嗰所謂職業啦，其實職業裏邊有講緊，譬如我哋平時點樣去做活動，可唔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啊？我哋其實個人可唔可以有冇娛樂咧？我哋有冇社交嘅圈子啊？等等嗰啲，我哋可唔可以休息得到咧？等等唔同嘅職業都係一個我哋好緊要，我哋睇一定會睇得到嘅嘢。最後啦，其實除咗睇個人同埋佢所謂嘅職業之外咧，其實你見到藍色個圈圈，對於職業治療師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好緊要啊。就係其實身邊嘅環境咧，除咗講緊係即係實際我哋可能生活緊嘅嗰個環境之外咧。即係實際嗰、那個我哋嗰塊地啊，嗰個城市啊之外咧，其實都可能講好多，譬如我哋身邊有啲咩人支持我哋啦，我哋身邊有啲咩，我哋本身嗰個文化嘅係點樣樣啦，究竟其實我哋成個嗰、那個醫療系統啊等等嗰啲都其實有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哋睇嘅時候，好多時候就會依幾樣項目我哋都好會考慮嘅，咁但係其實對於一位拍友嚟講咧，咁咧其實咧就會發現咧。好多樣嘢咧就開始扣分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喺個人生上面，除咗有頭先我哋講緊嘅一啲項目，我哋有我哋自己興趣等等嗰啲，可能因為隨住呢啲可能會減退嘅，可能本身個人精神已經可能係冇咁好噶啦。再加埋個有啲即係可能症狀，覺得個人更加會乏力啊，唔夠即係個人容易會緊張啊等等嘅。咁個人嗰度又會嗰、那個圈圈咧會慢慢縮細啊，變咗個人嗰個能力咧會減退咗。人的能力減退了之後其實變成職業的個項目你會發現可能沒有獨立性可能很多時候會出街等等這樣的而身邊的環境可能遇到的問題就會多了即譬如可能容易可能走路會親的原來出一次街不是那麼簡單的外面要遇到的困難是多很多的咁所以變咗，其實咧，我哋希望嚟緊就想講下，就其實即係職業治療師可以點樣幫得到手啦。咁我哋第一樣嘢就係希望可以盡早可以幫得到手啦。第二樣嘢其實我哋就係真係好睇嗰位病人啦 ，client centered 嘅 assessment 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我哋都會睇咧，就係好似頭先所講，我都想有啲目標嘅，即係我睇佢咧一次個人，我哋可能個問題有好多，咁但係我哋咧係對目標去做嘅咁樣。咁啲目標究竟係邊個定咧？一陣間我會再講。咁同埋最後咧，就其實我哋會牽涉嘅問題咧，因為每一個人嘅角色上面，其實都要牽涉好多樣嘢，唔係淨係一個體力上。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身心靈我哋都會去考慮咁樣樣咯。咁所以咧就其實帕金遜咧，我哋係帕金遜，我諗啲症狀我都唔特別再詳談啦。不過我哋都知道好多係運動性嘅症狀啦。咁但係同時都有好多非運動性症狀嘅。咁呢啲咧，其實我哋職業治療都會去處理。咁咧其實當我哋一個病人啦，即係我諗被確診嘅時候啦，咁就其實我諗未確診前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有時有啲唔同噶啦，即係可能有時譬如個人行動慢咗啊，思想可能慢咗啊，個人可能會隻手喐少咗啊，有時可能自己發現啦，有時可能係身邊人會留意得到啦。咁但係到其實就實際到即係確診咗嘅時候咧，咁我諗開頭咧其實都有一段即係好唔肯定，唔知應該點樣去處理，點樣去做。咁都要啲時間去適應啦。咁跟住下一個階段咧，就其實佢會去學習，佢就會開始做學習啦。啊，我有帕金遜，咁我究竟帕金遜係咩一回事咧？等等咁樣嘅。咁最後我哋去經過咗依個 learning 依個階段之後咧，最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同化階段啦。就點樣將我學咗嘅嘢咧，真係擺到落個生活裏邊。咁其實我哋職業治療師就會希望隨住咁樣咧，去幫個病人，等佢可以咧同帕金遜一齊生活。咁所以嚟到一次頭先條問題啦，就係、是、除咗 What is your greatest challenge？ 你最近最大嘅挑戰係啲乜嘢之外，同埋你最近對於拍友嚟講，我就問下你，作為帕金遜病人嘅時候，其實你有啲乜嘢其實係遇到有困難咧？咁就最後其實就係你想點樣去改善咧？咁我哋就會隨住依樣嘢去幫個病人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有一樣咧叫 Goal Attainment Scale。咁其實咧佢咧就好簡單。咁我就會希望嗰位拍友咧就會同我講明清楚啦。其實我想達得到啲乜嘢？譬如我想可以咧自己屋企
行到落去七仔度買嘢食嘅咁樣樣。咁佢就講明清楚啦，啊，我要咧用幾耐時間，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咧有幾多人，有冇人幫手嘅情況下，我可唔可以做得到？咁同埋我希望咧，譬如可能即係一個月後我就可以完成得到噶啦。咁我個目標咧其實係拍友同我治療師一齊傾嘅，傾落之後咧，再睇下其實個拍友想點樣去改善自己嘅生活。咁所以咧，我哋就去翻啦。咁其實我諗就我哋即係隨住個病情，大家都知道其實一開頭嘅時候，去到同埋去後期嘅時候都有啲唔相，即係嗰個症狀唔相似啦。咁同埋對個生活裏邊嘅影響都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其實對於一位職業治療師嚟講咧，喺唔同階段咧，其實我哋去幫手嘅情況咧係有啲唔同嘅。咁首先我哋可能最開頭咧，希望幫病人去獲得翻一啲嘢嘅。去到中期嘅時候，開始咧你會發現咧，希望可以幫佢恢復翻一啲嘢嘅。最後咧，咁就希望咧係幫個病人咧。有啲嘢可能練唔翻啦，做唔翻啦，咁我哋都希望咧係可以幫佢適應得到嘅。咁所以你見到開頭我哋其實就係有啲方法係，譬如獲得翻一啲嘢嘅時候，譬如我啲自我管制嘅能力 O 唔 OK 啦，我可唔可以繼續用某啲方法保持住我而家可能要做緊嘅嗰啲角色啦，咁樣樣。去到後期有啲嘢可以真係渣啦，我可唔可以再練叻啲咧？提練翻，即係等我人身體練翻好啲咧？咁去到後期就真係練唔到啦。咁我有冇啲其他方法，等我可以依然好安全啦，同埋可以好有效啦，同埋好有信心咁樣樣去繼續做得到我要日常生活要做得到嘅嘢咁樣樣。咁其實所以變咗咧，我哋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都好多時候咧都唔好忘記頭先我所講嘅藍色波波嘅嗰個環境上面。咁、那個環境其實無時無刻都圍繞住我哋。咁所以我都希望咧，無時無刻其實全個過程裏邊，我哋隨時都會去睇下環境個。嗰個因素，咁同埋咧，我諗即係身邊咧都有照顧者。咁如果有一向有照顧者嘅人咧，其實咧，我諗照顧者其實好多喺唔同階段咧，其實都可以幫得到佢哋手，睇下佢哋點樣可以係做一個幫得到照顧，你幫得到嗰位拍友之外，其實自己都要有翻嗰個身心個平衡咁樣樣咯。咁所以咧，其實就我嚟緊你見，但我啱啱而家寫咗出嚟咧，就係喺早期咧、中期同埋後期，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復康會做得到，同埋好多嘅嘢可以幫得到手。咁不過今日唔可以一一講曬啦，咁我會咧揀一啲即係特別係我諗係比較啲新穎啲啦，咁同埋有啲即係可能有啲嘢 update 咗，或者我覺得之前可能少啲去有人留意到嘅嘢咧，咁我會特登去攞翻出嚟講咁樣咯。咁其實早期咧，我哋好多樣嘢我哋會睇咧，因為好似頭先所講，就是、希望嗰個病人係可以獲得翻一啲嘢。咁所以可能咧，翻工嘅職業，即係可能真係講緊份職業啦。我有冇方法可以改良佢啦？有冇方法可以等我繼續翻到工啦？手部嘅功能我哋會睇啦，寫唔寫到字啦，仲可唔可以真係去我可能要簽而家少支票啦，不過簽支票啊，去銀行簽文件啊等等嘅時候，我隻手仲揸唔揸到筆咧？簽唔簽得到咧？人可能講緊一啲我哋叫做工具性嘅日常生活活動啦，譬如我哋講緊可能係一啲我可唔可以仲去買餸啊？我可唔可以自己真係去到銀行去處理一啲文件啊？我可唔可以自己搭車去我想去嘅地方啊？等等，咁呢啲其實如果個病人有困難咧，咁呢啲時候我哋都會可以同佢做到分別嘅。另外一啲認知啦，認知嘅困難可能都會有啦，咁所以咧變咗認知嘅困難，我哋都可以由早期已經開始去介入。去幫到手噶啦，咁有時可能係一啲計仔啦，有時可能咧就已經係一啲訓練咁樣嘅。另外一樣嘢啦，駕駛啦，咁我諗駕駛咧就喺香港同外國比較，咁我哋可能好多時候都有公共交通工具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諗好多人都可能依然可能係揸車揾食啦，或者其實都會揸車。咁其實究竟我喺早期嘅時候，我係咪一有帕金遜我就即刻唔可以揸車咧？定係我其實都仲可以揸多一段時間先咧？咁其實喺香港咧都係可以有。我哋有治療師係專係可以幫個病人去評估一下，究竟其實佢有冇個能力去揸車啦。咁同埋其實佢有冇即係其實佢仲可唔可以繼續揸？會唔會可以再做多幾年先我先真係唔可以再揸車咧？咁樣。咁同埋我哋可能咧開始會講嘅一啲生活重整嘅一啲項目啦。咁呢個係早期嘅，中期咧其實訓練多啲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可能一啲係好似真係我哋會去訓練去做 gym 嘅地方啦。咁可能我哋會去講翻即係啲日常生活啦。日常生活我自己照唔照顧到自己？可唔可以沖到涼啊？去到廁所啊，換到衫啊，等等嗰啲。另外啲講緊去預防跌倒啦，即係希望個病人唔好可能有經常會有跌倒嘅機會啦。咁一啲咧，另外一啲可能我哋之前唔知道大家有冇多唔多聽到，不過可能講啲疲勞管制啦，或者一其實個時間表，我點樣去等我自己可以
舒舒服服得嚟又做得到我要做嘅嘢咧，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喺中期咧，因為症狀開始多啦，咁我哋都開始會去講，咁同埋一啲可能嗰啲睡眠啦等等嘅情況，我哋都係中期會講。到後期嘅時候，因為要協助咧嘅嘢多啲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我都會講緊可能講緊照顧者啦，講緊家居啦，講緊一啲器材咧有冇嘢可以幫到手啦，咁再加埋有其他嘅開始唔同嘅症狀點樣去幫得到手，我哋都會其實去講。咁咧其實我嚟緊咧。只是揀了少少一些，我覺得有些比較有多啲新穎啲，同埋有多啲新的方法去處理。咁所以我咧就會去講呢幾樣嘢啦。咁咧就我會好快咁講一講啦。咁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即係自我管，即係個自我病情嘅管制，即係嘅管理啦。咁其實我哋咁我哋都所講就其實嗰個帕金遜裏面其實唔係淨係牽涉運動性嘅即係運嘅症狀，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症狀，譬如可能認知會差咗啊。情緒會容易受影響，甚至可能之後其實自理的能力都會差了。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去到一件事，就是講個 self-efficacy。 self-efficacy 就是自我的效能感，就是覺得自己可以在那樣活動的做得到的信念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希望病人是可以是覺得有信心，我面就算有問題我都可以處理得到的。所以其實呢就喺就算喺荷蘭嘅地方咧，其實佢哋好多年前咧已經都講緊，就係除咗喺佢哋嘅資訊上面係有講教點樣教育治療師啊，教育即係其實唔同嘅醫生啊、姑娘啊等等之外咧，其實佢都會講咧，其實原來病人咧都有一啲嘢係佢哋可以自己做得到嘅，佢哋教育咧都會教育好多病人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咧喺職業治療部門咧，佢哋其實我哋都會有咧一啲咧就係自我管，即係病情嘅管理。究竟我是什麼時候我可以做到些什麼呢？那就譬如會不會除了是一些學習之外的，有時都可能有些練習的，真的可能是會不會可能做一些氣功啊，那氣功可不可以融入到在生活裡面啊，寫下時間表啊等等那些這樣咯。那所以這是一個自我病情的管理。另外一樣東西呢就是講緊日常生活啦，就是我們講緊自理的能力。那我想自理大家都覺得好閒啦，就是我們可能都是日常生活在家會做得到的東西。咁就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都真係好直接，病人咧原來唔可以自己喺個廁所度起身坐低喎，唔可以自己著衫著褲啊等等嗰啲，我真係會揾呢啲項目咧同佢去做訓練嘅。咁但係咧，即係除咗我哋一般嚟講諗得到嘅嘢，譬如我哋可唔可以自己去食到飯啊、沖到涼啊、去到廁所啊、換到衫啊、自己清潔得到啊等等之外咧，其實有啲項目原來咧喺即係一路嚟講咧都比較少去提及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個性功能啊。咁呢樣嘢咧，其實咧喺即係越嚟越多去發現咧，就其實好多時候被忽略咗。咁其實好多嘅guideline裏面都講咧，其實就原來咧，譬如我依個係最新2022年嘅職業治療本身嘅guideline裏面都講咧，其實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咧，呢啲項目咧可能會 miss 咗。其實病人係有個需要嘅，但係我哋可能冇提及到。咁所以其實咧都有特別有睇得到咧，就係、是、其實究竟其實外國啲人點解有會唔會外國有可能好啲咧？原來發現咧喺荷蘭咧，就算同翻一啲可能。醫生去傾翻嘅時候咧，腦科醫生咧都好少同病人會討論依樣嘢嘅，即原來咧好多時候覺得可能病人年紀大冇咁樣嘅需要，或者可能病人冇特別提起，咁我又唔特別去講啦咁樣。同時有時都覺得咧，其實就其實好難開口啊，未必係好知道點樣去開口同個病人去傾。咁不過咧依樣嘢咧，其實喺我哋去職業治療都覺得咧，就其實佢真係我哋日常生活裡面其中一個重要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依樣嘢其實我哋治療師其實都有得可以去處理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其實都好主張就其實應該如果有咁樣嘅需要，其實都應該去同病人去溝通一下，究竟睇下佢有冇咁樣嘅需要啦。咁同埋咧，其實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咧，其實可以轉介翻去啲專家專科度專家去睇。咁所以譬如我哋可能醫管局裏邊咧，其實有個醫管局嘅社區復康中心裏邊咧，佢專都會有講咧，就是、性康復嘅一樣項目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諗依樣嘢其實有時我哋可能會怕會忽略咗，咁所以都要提及翻。咁除咗可能頭先講嗰個啦，即係嗰個性康復之外咧，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咧，好多時候可能咧會忘記，可能有時只係用緊一啲藥物性嘅治療幫到手咧，就係、是、其實係講緊睡眠啊。咁而好多時候咧，其實病人咧。其實咧，瞓覺好緊要嘅，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唔夠瞓咧，我嗰日咧真係脾氣可能冇咁好啊，容易啲會做決定做得冇咁好啊。咁呢樣嘢其實真係一啲自我修復嘅一個能力咁樣樣。咁如果當我瞓得好嘅時候，我就個人就精神好啲啦，我個人個動力都會大啲咁樣樣。
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即係職業治療嚟講咧，其實都覺得瞓覺依個係一個值得有時要同病人去傾嘅。咁所以有時病人如果覺得有需要，哦，原來唔知道點樣咧，其實可以同醫生講，或者甚至可能同病人，你同翻個治療師傾翻。我覺得依樣嘢都好嘅，因為如果你瞓得唔好嘅話咧，咁其實你每一天就算再多嘅解劑藥物再多咧，其實個人都係可能冇發揮唔到最好嘅效能咁樣樣咯。咁所以咧，其實就其實喺喺職業治療裏邊，其實都會有包含依樣嘢嘅。咁好啦，頭先講完即係可能去到中期啦。另外一樣嘢，中期除咗睇自理個能力之外咧，咁其實咧都會可能另一樣嘢會睇咧，就究竟其實個人咧，即係一啲可能個人會唔會容易疲倦啦，咁等等，咁同埋就變咗點樣去 set 一啲時間表去幫自己，等自己咧可以嗰、那個時間表嗰、那個即係每一天嘅個活動能力咧係可以喺啱嘅時候做得到適當嘅嘢咯。我個人開機啦。有夠弱嘅時候，我可能做一啲咧要花費用腦啲嘅嘢多啲，用體力嘅嘢多啲。我個人開始冇咁好力啦，開始熄機嘅時候，會唔會呢啲時候就做一啲攤頭啲嘅休息啲嘅嘢咯？咁希望就變咗佢嗰個時間表咧，其實都係一樣，唔係治療師去幫手決定嘅，係個病人自己同個治療師一齊傾。咁希望等佢可以咧最符合到病人嗰個需要咁嘅樣咯。咁所以咧變咗其實就。有時都會睇下就有個 fatigue impact scale， 睇下究竟其實每一天疲勞嗰個感覺有幾勁啊。咁其實柏金遜都有一份嘅，我都覺得幾好嘅，因為佢都好針對性，其實問翻柏金遜病人嘅嗰啲症狀咁樣樣嘅。咁同埋你就變到咧，其實而家咧就會見得到，其實所以我哋咧治療師先咧，其實可能會咧叫病人咧寫一寫一下啊，其實我每天我嗰個時間表係點樣樣嘅咧，我每天點樣去用啲時間咧，之後再可能因應咁樣咧同個病人去傾點樣去改善咯。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咁我哋咧開始去到後期啦。其實呢樣嘢其實未必係後期，不過我諗去到後期嗰個情況出現得犀利啲咧，就係其實嗰個照顧者其實咧嗰個壓力會都幾大。咁好多時候就係即係嘅照顧者一定係喺我諗喺我哋即係嗰個帕金遜嗰個管理裏邊咧一個好必要嘅一個成員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去到後期嘅時候，可能照顧者開始會覺得好疲勞啦，好容易會好憤怒啦，有時可能會覺得好內疚啊等等，即係去照顧一位病人。咁所以我諗好多時候咧，其實都依個時候，其實治療師可以點樣幫到手，就其實去介入問一問下，究竟其實嗰位病人我哋可以點樣去幫咧？即係嗰位照顧者，我可以點樣幫得到手？有冇啲解制咧？譬如可能教下佢一啲方法，點樣去適應。譬如我可能每一天我有啲咩可以做得到？譬如可能我會做多啲運動啊，會唔會每一天可能我有啲時候我可能淨係分配一啲時間俾自己嘅？我可能有啲時候咧，我要休息嘅。咁可能會同自己講，即係容許，甚至容許自己每一天有機會，或者可能有需要嘅時候去喊，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去適應到，即係點樣去即係做一個照顧者。咁同埋咧，除咗去適應之外咧，咁我有一啲咧可能壓力嘅管理啦，即係譬如我哋平時可能真係要做下瑜伽啊，做下可能睇下書啊，去下旅行啊，甚至自己可能聽下音樂等等，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去舒緩翻。咁同埋咧就最後咧，其實嗰個照顧者咧都應該要即係學識一個方法，就去點樣揾人去幫下佢手啊，幫下佢手，咁等佢咧就唔好成日都一定要自己頂曬做曬所有嘢啦。咁咧，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就去到後期啦。咁我哋講緊多少少咧，就係個家居嘅改裝啦。咁嚟緊其實我都想俾大家睇下啲新穎啲嘅方法。咁其實我哋都治療師會做一啲評估啦，究竟個病人喺個家居裏邊唔同地方有冇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家居環境、家居改裝，可能大家都覺得整扶手啫，咁等等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都有啲新穎啲嘅方法。譬如咧，而家依個片段咧，會俾大家睇得到咧。It's important that the sensor is able to oversee the majority of the room air。就會原來其實而家咧，大家都可能有一啲咧，會裝部 cam 喺度啊。咁部 cam 咧，除咗喺度睇住個人之外咧，其實睇下佢可能咧，甚至有咧個功能就係其實如果病人跌倒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系統係可以提示得到屋企人嘅咁樣樣。Once the sensor is calibrated, the floor area will appear green in the app. And that's key because that's how the sensor would detect a fall. Here we can see Karim walking across the floor, represented by a stick figure. With Karim, you can talk back and forth on speaker between the sensor and the app. Hi, Karim. Hello. We'll have Karim pretending. 最緊要就係，如果病人真係跌倒嘅時候咧，個系統咧係會話翻俾個屋企人。And we just received a notification in.
咁所以變咗咧，依啲其實啲新嘅科技其實好幫得到我哋，即係屋企人啊，就咁樣樣。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一啲輔助器具啦。咁輔助器具咧，又係依啲可能大家好多時候都見過啦咁樣樣。咁但原來輔助器具咧好多新穎嘅嘢嘅喎，譬如依位係一個Parkinson嘅病人嘅屋企人，佢就發現原來屋企人好多時候去開會嘅時候靠唔到樓啊，咁所以好尷尬，又唔想每次都要嗌埋太太一齊去，即係去公幹都一定要嗌埋太太。咁所以佢咧就好簡單，設計咗係用磁石嘅。咁個磁石當然有佢特別嘅方法去幫佢解開扣啦，或者甚至可能有一啲方法咧，就係其實可能用 3D printing， 而家大家可以 print 嘅，唔係淨係 print 白紙啦 ，3D print。print 一啲好啱病人用嘅道具啦，咁曾經呢度都可能 3D print 咧就 print 過一個咧係一啲係可能幫助病人去攞住個杯嘅時候防震嘅，即使手震後咧只杯都冇咁容易嘅倒瀉咁樣樣嘅。咁同埋就我諗科技啦，即係大家可能咧都見過一啲節拍器啦，咁但係節拍器其實好多時候咧而家可能智能手錶啦，咁等我都會有，甚至可能用 headphone 啊等等都可以。咁同埋譬如可能我見 Apple 最近可能話佢哋有啲新嘅功能啦，咁可能譬如一啲藥物提醒大家食藥啊等等嘅功能啦。咁同埋最後咧就有一個咧一個輔助餵係一個餵食機嚟嘅。咁大家望一望下，即係點解會覺得係要用一個餵食機咧咁樣樣？食機主要係適合帕金遜、中風等等上肢唔靈活嘅病患者，可以協助佢哋進食。嗱，我有啲同事咧就話。咦，佢見到即係啊，好似又唔係樣樣嘢食物都得，其實係咪有啲多餘啊？呢個設計當然每一個機器嘅設計咧，其實都仲有佢嗰個限制喺度嘅。咁但係我相信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病友咧，佢能夠去運用呢個機器去享受得到自己挑選食物同埋進食嗰個樂趣咧，係遠遠大過佢可能有啲食物佢挑選唔到。其實好老實講，嗰個照顧者佢其實花嘅錢係要設立啲功夫，其實都有喺度嘅，就唔係話減輕真係好多咯。咁你屋企人咧就通常就會好主動啊，好熱心咧就幫你爸爸咧就係用每一餐都同佢哋做一個餵食嘅工作啦。咁慢慢其實屋企人都有機會會忽略咗呢部輔助餵食機，主要係。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見到，即係其實有時輔助嘅工具咧，未必係真係方便好多嘅。咁不過咧，就希望係可以等個人就獨立多少少咁樣樣咯。咁所以好多地方咧，其實都有啲租借嘅。咁咧，其實最後咧，我都好想講一講咧，就其實我哋有一個生活重整嘅課程啦。咁不過咧，就我諗即係未必係即係生活重整嘅課程裏邊咧，其實都希望係等嗰個病人咧係可以咧自主性多少少，同埋咧係希望咧佢可以咧有啲嘢失去咗咧。在那個課程裏面呢，他可以呢重新去拿得回，那變成呢其實他呢除了是可以即是在除了是人家教了他之外呢，他實際有幾個機會去練習。那所以呢就有位病人啦，那其實他本身之前的能力呢，就是其實他可以自己去活去病人啦，捱了很久十年都不吃藥，最後吃了藥能力好了啦，我可以自己周圍活動啦。那但是其實就依然個人都是不開心的。咁我哋上完小組之後咧，咁其實做咗好多評估之後，發現咧，其實除咗個人咧，佢個人即係佢一般嚟講，佢可能啲興趣啊，可能社交嗰啲咧，都冇乜太大問題，都保持住係嗰個能力。咁但係咧，佢喺服務貢獻上嗰個項目咧，其實都發現自己改善咗，得咗好多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咧，就佢都寫咗一段嘢俾我嘅。咁不過佢都話希望就其實自己可以譬如即係學識點樣去接受別人嚟關懷同埋愛啦，咁同埋可以關懷別人同埋分享個過程啦，咁同埋都更加珍惜每一天啊，享受生活咁樣樣嘅。咁所以最後咧，其實我諗即係我哋講咗咁多職業治療嘅項目啦，咁其實都唔可以喺短短廿五分鐘裏邊講得曬咁多。咁不過我諗即係職業治療師，即係雖然話包括嘅範疇好多，但係唔可以獨立自己一個人去做，咁所以都一定要係包括喺個團隊入邊咁樣嘅。咁就最後想包合就係原來頭先大家聽咗我講咁耐嘢咧。裏面原來咧，其實一路以嚟，其實我哋一帕金遜嘅病人咧，嗰個人數會越嚟越多啊！大家鼓勵，即係大家研究想講就其實去到2050年嘅時候咧，好大可能咧，其實係會再增進得更加多，特別係喺中國範圍內。咁同埋就喺我頭先短短講咗廿五分鐘裏面咧，其實咧，如果以美國可能每一俾人確診被確診嘅病人裏面嚟講咧，其實啱啱已經確診咗八位病人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每一天其實都有好多拍有新被確診咁樣。咁所以最後咧，我就想 quote 翻Michael J. Fox 啦。咁我諗大家都認識佢啦。咁佢都講話就係、I often say now I do not have any choice whether or not I have Parkinson's， 即係我冇乜選擇，我冇乜一個可能選擇究竟其實我有冇帕金遜啦。But surrounding that non-choice is a million other choices that I can make。咁就係嗰樣嘢，雖然我決定唔到，但係我有
成億以上的方法，我可以去做決定咁樣咯。就所以希望今天可以即係等大家認識多少少職業治療啦。咁同埋都希望之後有多啲機會可以再同朋友一起去合作咁樣。多謝大家。好，好多謝Josephine 嘅同我哋嘅分享啦。咁係啦，咁好好詳細啊。咁有幾條問題咧，就想Josephine 可以解答嘅。咁第一條問題咧，就係話我食飯同埋著衫嘅時候都有困難嘅，點樣可以改善咧？有咩運動可以幫助到咧？係，咁我見到第一條問題就係問，即係譬如可能進食啦，或者可能著衫。著衫嘅時候會有一啲困難啦，咁我第一樣嘢咧，就我諗運動，即係好似頭先麥教授講啦，其實運動咧 keep 住我諗都好緊要，要 keep 住做。咁不過我諗有時可能就係睇一睇下究竟喺著衫或者食嘢嗰個位置咧，究竟係邊一個步驟可能出現咗啲問題嘅。咁就譬如可能我係原來我隻手揸唔到隻匙羹嘅，我食得唔到嘅，咁可能就會喺個匙羹上邊，我哋可能就會做一啲改善啦，或者可能會換咗個匙羹加粗佢，或者可能頭先見有個進食器啦。咁另外一個可能就譬如著衫，你見頭先都有啲方法，其實可能係已經係改良咗嘅方法。咁或者可能我有時會講咧，就係簡單啲，依樣咪個頭笠嘅衣服咧，一般嚟講對拍友係困難啲嘅。會唔會我轉咗做係前面開胸嘅，可以解開扭嘅，咁就已經會可以咯。咁所以我諗有時如果真係覺得我見香港人其實很聰明的，我覺得很多方法都可以解決得到。不過有些位置我覺得是在個步驟上可能出現了問題的，不妨可以問一下家人，看看他們覺得有沒有些意見，或者可以找治療師，再看看幫手在哪一個步驟上面 miss 了，可能我在那個位置就去做一些訓練，或者去做一些少改動這樣咯。唔該曬。咁第二條問題咧，就係有關行路同埋跑步嘅嚇。咁或者我好簡單咁答一答啦。嗰條問題就話改善行路困難，尤其是係僵步，慢跑係咪比行路較容易控制咧？嗱，其實咧，頭先我都有講過咧，做一啲自己唔係咁熟悉嘅動作咧，其實比較容易控制嘅。咁慢跑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但係慢跑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嘅。咁揾物理治療師咧睇一睇你嘅姿勢啦。因為如果跑步嘅姿勢跑得唔好咧，就驚住咧，第一會影響你啲關節啊、筋絡啊，會令到腳痛啦。或者咧會平衡嘅時候咧，就即係跑跑下咧會跌嘅。咁所以呢個都要揾物理治療師睇一睇慢跑係咪適合你啦。第三條問題呢，就是問How would you introduce sexuality to patients since sex is such a taboo in Asian culture？ 即是問怎樣去講這個性這個問題呢？這樣咁就我諗性復康呢個都係比較一個我諗其實都其實一路都有進行緊嘅。咁不過呢，我諗大家都可能喺日常生活裏面呢少啲去將呢樣嘢擺喺一個即係前提去講，即係可能我諗就諗啊，著唔著到衫啊，食唔食到嘢啦。咁不過咧，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諗今次有個場合可以講，就其實有排友，假如呢樣嘢係真係好大影響嘅，我覺得你不妨可以自己下次見到醫生啦，或者可能見到治療師嘅時候，可以講俾佢哋聽。咁變咗其實就如果就算治療師嗰一刻，即係治療師未必係個個都好專長做呢樣嘢，可以轉介翻揾翻啲專家去做啦。咁我覺得對於譬如可能醫護嘅同事嚟講咧，我覺得有時一個人入手容易啲咧，就係一份 questionnaire 咯，即係可能一份好簡單嘅問卷啊，即係俾拍友自己填啫嘛。咁如果拍友填我真係有困難嘅，咁我懷疑得到啦，咁我又可以再轉介人，再揾人去幫手傾咯。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方法，特別可能喺亞洲嘅社區裏邊嚟講。唔該曬。咁最後一條問題咧，就係話頭先講嘅治療啦，同埋好似3D 影印的一個方法啦。咁而家醫管局有冇呢個服務嘅咧？其實而家咧就係啦。咁 3D printing， 我諗而家其實就除咗喺醫管局裏邊有之外咧，我諗即係越嚟越普遍啦。我見有啲朋友可能屋企有啊，甚至可能啲 clubhouse 都有啦。咁不過醫管局裏邊咧，我哋即係都職業治療部門咧，都越嚟越多地方會用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去做咁樣咯。咁我諗即係嚟緊嘅年都會開始推行啦。咁就同埋開始啲物料會越嚟越先進啦，即係未必係可能好硬邦邦嘅嘢啦。咁不過咧就確實大家都仲係摸索緊。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嘢模式係可能市面上必有一啲 equipment 係撳到個病人需要嘅話咧，咁有時可能就會考慮 3D printing 就可以即係真係好到位咁樣可以度得到某一啲嘢啊。自己真係我哋會畫嗰個 3D 嗰個
個圖影出嚟啦，跟住之後再 print 出嚟睇下幫唔幫到病人咁樣樣咯。咁所以都有嘅，都有普遍嘅。咁不過就有時可能都要睇翻個治療師覺得係咪真係第一嚟就即刻用 3D printing 啦，或者可能有其他嘅道具一嚟就已經可以幫得到手咯。嗯，好多謝曬，唔該曬，係唔該曬。